好，欢迎来到一城有道学堂。从这次课开始呢，咱们开始学习新的一条经脉，也就是足厥阴肝经上的几个腧穴。那足厥阴肝经啊，它是十二经脉、十二正经中啊，根据气血流注的顺序是最后一条经。那学完这条经脉上的穴位呢，咱们就要进入到这个任督脉上的穴位的学习，还有经脉气血的一些穴位的学习啊。那首先呢，咱们要学习的穴位啊，大敦穴，它是足厥阴肝经上的第一个穴位啊。那它也是足厥阴肝经的井穴，也就是这个肝经上五腧穴中井型输精合中的第一个井。那这个位置呢，也就是肝经精气所出之处啊，所出为井啊。那井穴的特性啊，擅长治疗一些这个神志类的，比如神志昏迷类的病症啊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敦穴的定位。大敦呢，它是位于脚上足大趾末节外侧。这个末节啊，就指的这个脚趾啊，最远离躯干的那一节，也就是它的这个趾端的位置啊。大趾末节外侧，指甲根脚侧后方0.1寸处啊。那大家一看这个定位啊，感觉似曾相识啊，因为有一个穴位位置和它非常的接近，就是啊，足太阴脾经上的隐白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回忆一下隐白穴。隐白啊，它这个定位呢和大敦很像，但是呢也是不同的啊。隐白它是位于，也是位于大趾末节，但是隐白是内侧啊，也就靠近咱人体正中线啊，内侧。但是大敦是外侧啊，大家俩的相同点，后半句都一样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给大家定位一下大敦穴。下面给大家找一下大敦穴。大敦穴呢，位于足大趾末节外侧啊，这一侧是外侧，这一侧是内侧啊。距指甲根脚侧后方0.1寸处，所以就在这个位置啊。以前讲很多这个足趾、脚趾穴位都讲过了啊，怎么来找？一是这个在它这个指甲的基底缘画一条横线。然后它这个指甲的外侧缘画一条竖线，那相交那个点呢，就是咱们要找的大敦穴。下面咱们来学习一下大敦穴的主治病症。首先第一个大类病症呢，其实和大敦所属的足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有关系啊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相应的这个描述啊。足厥阴肝经呢，咱们说它循古阴入毛中，还阴气抵小腹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咱们这个下腹部啊，泌尿生殖这器官这一块呢，肝经循行经过，那这个经脉所过，主治所及。大敦作为足厥阴肝经上一个穴位呢，自然可以治疗这个部位的一系列病症啊，比如疝气啊、睾丸疼痛、前阴痛啊，这前阴痛呢，经常比如说这个阴道炎导致的，或者其他一些炎症导致的前阴的这个疼痛啊。前阴其实是相对于后阴来讲啊，后阴指的是肛门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少腹疼痛，少腹啊，一般咱们就说就是小腹啊，也就是肚脐以下，这个耻骨毛际以上这个位置的啊。但是好像也有不同意见啊，有些认为小腹呢是位于肚脐正中以下啊，耻骨毛际以上，然后少腹呢是在小腹的两旁啊，但是咱一般还是认为啊，少腹啊和小腹就是一样的啊。那大敦呢还可以治疗遗尿啊、笼闭，这些都是泌尿系统的问题。这个笼闭呢，其实就是指的尿潴留啊。还有大敦可以治疗月经不调，这是妇科啊，妇科的问题。还有呢，阴茎呢，一般指的就是子宫脱垂或者是阴道壁的这个脱垂、膨隆这一系列问题啊。其实大敦的第一大类主治病症很好理解啊，主要就是和肝经的这个循行分布、循行经过这个阴部、小腹部有关系啊，所以一系列的泌尿生殖系统的问题啊，它都可以来治疗啊。那大敦可以治疗的第二大类病症呢，
小儿惊风、癫痫、神昏，也就是这三类病症，它们的共同点呢，都是有这个神志失常或神志昏迷、元神被扰这一特点啊。那刚才提了一句啊，因为大敦呢，它是井穴，那井穴的特性呢，它就善于开窍醒神，治疗一系列神志昏迷一系列病症啊，所以呢，大敦可以治疗这三类病症。好，那这就是课本上列举的大敦的主治作用。其实大敦呢，还可以治疗崩漏。崩漏咱们之前也接触过了啊。基本上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功能性子宫出血，月经月事飞时而下啊。那这个一提到崩漏啊，大家应该立马蹦到另外一个穴位，也就是大家给大家刚才提到的隐白穴啊。讲隐白的时候，给大家重点介绍了啊。隐白呢是临床上治疗崩漏的一个常用的经验窍穴，而且一般都采用艾灸的方法啊。那大敦呢也可以治疗崩漏，所以治疗崩漏的时候，这个大敦啊和隐白呢，它们可以合起来应用来治疗崩漏啊。因为大敦啊，其实它属于足厥于肝经，那肝经呢内属于肝这一脏，肝咱们说它主疏泄，本身和这个女子的排卵行经有密切的关系。另外呢，肝还有功能，肝主藏血，是精血来源啊，是精血的来源。所以呢，从这两方面讲呢，肝呢都和女子的月经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咱们可以采用这个肝经上的大敦穴来治疗月经的问题，比如说崩漏啊、月经不调啊，治疗崩漏，大敦穴呢也可以采用艾灸的方法啊，配合着隐白这两个穴位一块艾灸，本来它俩就离得很近啊，可以一块艾灸来治疗崩漏啊。或者是就这种经期延长的情况啊，好，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大敦穴的操作，这个地方位于脚趾上，所以一般就是浅刺0.1寸，或者是点刺出血啊，达到一个泄热、开窍、醒神的作用啊。点刺出血，大敦呢经常就用来治疗这一系列这个神志病啊、神志昏迷啊、神昏的这一类病症。好，那今天咱们学习了这个大敦穴啊。首先，大敦的定位呢，大家一定要记清楚，和隐白穴一定要区分开。另外，大敦的主治作用，那首先呢是和这个肝经的循行路线有关系啊，一系列这个泌尿生殖的问题，它都可以治疗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神志方面的病症，它也可以治疗啊。还有呢，临床常用它来治疗崩漏，可以配合隐白穴。好，那今天这次课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次课再见。